中国体坛四位美女亚运会且真曝光，她们像超模一样美艳不可方物。在雅加达亚运会开始之前，我们国家队的运动员们专门拍摄了一组时尚大片，以此为出征亚运会的运动健儿们助威。不过看过媒体公布的这组照片后，我们不得不感慨，这些美女运动员们不仅实力不俗，而且颜值颇高，堪称被体育耽误的超模。这位冷艳霸气的美女叫尹笑颜，大家看她凌厉的眼神，几乎就可以猜到她的职业。没错，她就是一位空手道选手。尹笑颜曾在第13届亚洲空手道锦标赛中斩获女子61公斤级比赛冠军，其他大大小小的荣誉数不胜数，是一位极能打的美女队员。这个容貌秀丽的美女名叫任云涛，看她清丽的外表，我们很难把她与跆拳道结合在一起。很多人都说她长得有点邻家妹妹的感觉，然而她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跆拳道49公斤级冠军。蹦床选手刘玲玲姿容俏丽，身材姣好，如果不指出这是运动员的写真照片，也许很多人会把她当作眼下正红的影视明星。刘玲玲曾在多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本次亚运会期待她有好的表现。这位中巴美女名叫李玲，是一位撑杆跳运动员，她曾在仁川亚运会中夺得女子撑杆跳冠军。身高1米86的她颜值一流，身材姣好，堪比超模。确实我们国家的女运动员们很多都是一等一的美女，同时我们也期待这组时尚写真能鼓励更多的国家队运动员取得好成绩。